图解，从发音部位讲，这是双唇音；从发音方法讲，这是浊塞音。发音时，双唇紧闭，然后张开，气流冲出口腔，声带震动。该音近似国际音标 ，b b b。al mim， 从发音部位讲，这是双唇音；从发音方法讲，这是鼻音。发音时，双唇紧闭，气流从鼻腔泄出。该音近似国际音标和汉语音标。嗯，嗯。从发音部位讲，这是舌尖齿龈音；从发音方法讲，这是鼻音。发音时，舌尖抵上齿龈，气流从鼻腔泄出，声带震动。该音近似于国际音标和汉语音标。嗯，嗯，嗯 ，al wow。从发音部位讲，这是双唇音；从发音方法讲，这是浊擦音。发音时，双唇收圆并向前微凸，气流经双唇轻轻摩擦而出，声带震动。该音近似于国际音标和汉语音标。嗯嗯嗯 ，al yao。从发音部位讲，这是舌面音；从发音方法讲，这是浊擦音。发音时，舌面中部向硬腭抬起，舌尖抵下齿，双唇扁平，气流经舌面
和硬腭的缝隙中摩擦而出，声带震动。该音近似于国际音标、汉语音标。一、一、一。al alif， 从发音部位讲，这是后喉音，也叫声门音；从发音方法讲，这是塞音。发音时，声带紧缩，声门关闭，形成阻碍，然后声门突然打开，气流从口腔中不受阻碍冲出。这个音是阿语中特有的音，学习时一定要仔细揣摩，用心模仿。语音练习 ，التدريبات على النطق。拜。ba ba bi bi ba bu bu ba al ba bun ma ma m mi mi m mu mu m ام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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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من 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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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نوم 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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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أين أ أ أ إ إ أ أو أو那云，巴，那，马，哇，呀，啊，那，马，哇，呀。啊，巴，妈，哇，呀，啊，巴，啊，白，奶，买，歪，哎，哎。包，猫，猫，猫，腰，嗷，饭，难，慢，万，燕，按，病，命。mean win in in bun nun moon moon yun an o wu o u un wun 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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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问一努努命呀 win 八 in you noon 啊咪哇八五那 we 买嗯。I be in u now bun nin ma e yao ai nai wun min ban un wa mi pi wi un ipun m au ai man min ana 这个呢，应该写成是我的意思，它写的是长音，但是念成短音，ana，半音，mi 音，nu 音，wa 音，ya 音，八音，ma 音，yao 音，nao 音，ba 音。Abawabun Umamun Aminun Amama Aina Amnun Aimanu 字体的书写呢，这个大家选用一种笔，这种笔是扁的，扁的笔。啊，如果用普通的笔呢，一般写不出这个样子来啊。嗯，课外练习一，跟随录音熟读字母发音表，力求发音准确。二，跟随录音高声朗读语音练习1到7，注意短音、静音。长音、软音和鼻音的节拍。三、练习书写下列曲线一页啊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告诉你使用一种扁的笔啊，扁的笔，用这个扁的笔来练习，来适应用扁笔写出来是什么样子。四、抄写手写体繁体5遍啊，就是上面这个。好，今天的课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